好，我想说，是对你说的话，就是，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很热情开朗的人，然后你常常带给大家欢乐，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。因为一开始跟你约会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都特别有趣，什么事都很有趣，连吃拉面都可以吃得像小当家一样，就是吃到小当家的美食一样。是新娘子的阿公，阿公留下来，他已经在天上了，所以他留下来，带他去参加那个他的孙子的婚礼。爸爸请喝茶。要体谅老婆，什么事情呢？就算你没有做错事情，都是你的错。Say sorry first。跟你相处在一起，我觉得很自在、很快乐。其实也没有料到会走到结婚这一刻，所以会就只是想说，我们就是单纯的继续牵着手这样子走下去。